契丹不在于金钱名利的追求，而在于实现梦想的过程与满足感。魄力十足，制胜的关键在于谦虚的态度。归零自己，从新开始。一路走来，不变的是那颗赤子之心。默默耕耘付出，从优秀到卓越，以阔达的胸襟成就自我与团队。他是目前最年轻的飞马，他就是我们的 Team Elite Pegasus 林孙立。